俾我哋咁叫佢喎。全名嘅咩啊？叫梁彪。做水都知嘅，做水都知啊，你個人知啊？啊，你個人會知啊嘛，上海生嚟嘅。我咁多，我落嚟啊，唔係。有得啦。我豆花。可以食冬瓜。冬瓜花。一個食咪得。啊，食糖嘅。嗯，叫咩？我食糖嘅。哦。但我唔食糖嘅。我哋。真係幫我哋買，但我識八隻 A 片，八隻 A 片，我睇下，我哋冇咩，我睇下，我叫啊，我叫啊，呢個仲冇花，係啊，有咩要，係嘛？很多老師都很給面子，但是就實質的運動，不是，即是他有夠客親來的，有吧，我想找人有的，就是呢，不知道你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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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，是的，以前我聽，但是為什麼被人發現了呢？因為他真的是做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真的，夠客户衝過來的時候，自然客人，然後再發現了。但是因為真的佢真的教過啲人，佢就教錯曬嘢。講得幾好，係啊，最好笑佢嗰陣時教咗兩教 D 班，我係冇學生班，收埋最好。佢教咗兩個全級第一組，真係係啊！佢日日都有人收班，但係邊有份人？但係高班其實幾班幾好咯，幾好嘅，但係即係因為啲行為比較古板。佢話就係超。佢仲揾我俾翻字畫書我㗎，佢乜都黑超啊！嗱，老乜都係陰，老乜係最陰。我咪而家仲有咪激素啊？我開上邊度？我上邊？唔知我邊度咯？跟住你話，攞水嚟，攞水嚟，好難喝，嗰個係有陰啊！
即係如果教父自己即係呢個萬靈金，如果成為咁，你會點？即係講笑無啦，未結婚啫，但係唔知望佢嚟散啊！即係每次諗埋啲嘢好深奧，買出嚟先啦。